觉得我会过按 A 不会过按 B 呢？合体。绝对没有排出。啊，所以呢，有需要排出的是不是？还是没有？有需要排出吗？不是有需要排出？你刚才没有人跟我讲，有吗？有需要排出吗？他没办法把它还原耶，好笑。为了七大，我忍痛选 B 1515吨。别说，1515吨，我怎么刚没有人跟我讲？什么 bug？ 没有 bug， 这秘技啊！为什么1515吨刚没有人跟我讲？靠腰，克制敌人属性，靠背啊！欸，我没有忘记什么合体技能欸。干你老师欸，我要留暗珠啊！额外增加三堂啊？为什么没有嘞？有啊，都要暗珠啊，没错啊。不是我看我听不懂，你们到底讲的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光污腐蚀500被消除。会嘞。我先牵制住他吧。对，我先牵制住他。直接哦，直接就这几颗就把他干掉了。这是关键哦，各位，你懂吗？这个才能显现出什么叫做天元突破的威力啊！两组哦，当啊靠背啊，阿西啊哇，阿西啊哇，阿西啊哇，西啊哇，西啊哇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集不满呢？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集不满呢？我控场怎么没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为什么集不满？消太少了？不是吧？我那是追打欸。哦，他刚无视控制哦。粘腐 哦，我这队不是不怕粘腐吗？对，我这队不怕粘腐啊，我专治粘腐。
哎呦，好凶呢，我好怕呢，哇哇，越攻越强呢，好可怕呢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超怕的，超怕的，手消六西盾哦。哎呀，不用转珠啊！哎呀，这一队不用转珠啊！啊，早说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啊，很嚣张哦！啊，不然、嗯、下去。中毒，点燃。底下。あのね、デシセットだったね。OK OK OK OK， 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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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跟 Premium 吃不到广告一样嚣张了。吃不到广告很嚣张哦，我先给他控场一下。我刚知道为什么他集不满了，各位，我知道为什么他刚刚集不满，集不满，因为是他刚刚是虚弱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出招啊。干，这啥小啊？等一下，他是锁我是不是？他是锁我的。彩虹螺旋之力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听得到音乐吗？你们听得到音乐？哎，这没音乐，这没音乐啊！无敌。对啊，这一定要热血一下啦。彩虹螺旋之力，手消目的反击是不是 ？OK OK， 没问题没问题。木珠起手，他这就改良了，我觉得他这次改良这个改得很好，因为不会让我再眼花花了，你知道吗？眼花花心慌慌啊，我觉得这个雾是这次改这样就很好了，我这整个头都不让不给看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我突击哦，彩虹螺旋之力。
啊，唔着做做歹你啊！啊，你是讲我足惊你啊！打我啊，笨蛋！打我啊！我这样很嚣张吗？应该还好吧？应该还好吧？哎，小张，欠打脸，不好说。虫子呢？哎呦，好害怕，好害怕！啊，它虫子我好害怕。哎，我、哦、还状态还在，状态还在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我刚刚没有吓到，谁跟你吓到？你才吓到嘞！谁跟你吓到、啊？没有啦，我哪有吓到啦？没啦，我哪知道一下几满？看这又是啥小啊？怎么有百分之百？不要消光就好了啊！OK 啦，真的做坏了，这个才叫做屌，这才叫做方舟。会不会玩方舟啊，各位？不会玩的学着我，学着我，学着点哦，我就教你们怎么叫做啊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方舟。叫无敌啊，无敌啊，不是方舟啦，靠背啊，天元突破红莲罗眼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好痛啊！我好害怕！哦，好害怕，好害怕！哎，他怎么好像是抓痒了？看我这样会很秋吗？应该还好吧？我这样很秋吗？连名称都念错了是吧？我这样很秋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去打随便打那个龙科的那关卡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要很小心哦，各位。这是新出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攻击了，所以这一招可以克制他。靠背，完蛋，我被人转到了。干，不能按下去，不能按下去，差点按到。对不对？还是有克制他的那个啊。Ooh.
OK， 揍他个他妮那个凶啊！揍他脸歪掉，好不好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强化巫术追击盾。强化巫术追击盾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超害怕的。啊靠！北龙卷风飞到天花板的巫术追击盾，水火目光，啊妈！干龙卷风飞到天花板去了？没有啦，我刚刚没有慌张啦，谁给你慌张啊？对啊。谁跟你慌张了？我知道龙卷风飞到天花板去的啦。那我刚不知道啊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需要与敌人相同属性。看这关怎么打？叠珠？不会吧？他这关怎么打？啊，这关怎么打？破冰图被我开掉了。刚才是破冰图是？啊 ，OK 啦 ，CD 几 ？CD 六而已啦，小事小事小事。不能消老布啊！我干很好吃哎。合体二季无视拼图，西蒙可以解锁。话说百姓刚刚的态度，只比班上第一名说自己不会考试好一点而已。靠别。OK 啦，对了，我真的是不太会考试啊，大概就是平常考试分数都是第一名那一种。叮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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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敌无敌无敌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叫做无敌？这个就叫做无敌呀！这个就笑，就是笑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还有两位啊、哦。我问个问题，我老实的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我。笑就是暗号，今天有七大可以看了。我刚好笑很大声吗？你觉得我刚好笑很大声吗？木珠不要掉了。我刚真的笑很大声吗？你们平常心说。还好，对嘛，不是很大声，超大声，有很大声，警察都来关心的，吓到百姓捏捏都快掉出来了，笑声突破天际了，老师，二速猪盾哦，二十三猪哦，手消二十三，我看这起码要消啊，二十三怎么拼啊？我先把这会儿先处理掉了。
其实这队破23度盾很好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相信你们可能不了解这队到底破23度盾到底多好破。那你们看这队破23度盾到底有多好破，眼睛不要眨哦。23珠盾，卡拉，呸！我们看什么破23盾，313326339343545318，18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23减18，你只要再消5颗就可以了，听得懂吗？再消5颗，哪5颗？1、2、3、4。结束，真的，我示范一次哦。看好了，眼睛不要眨哦。来，曼达，有曼达，哎，曼达，挂念很重要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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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呀，他无视控场哎！我先猜，等等，百姓会崩溃，哈哈。没事，喋血屠刀，没问题，等下撞一下多少血清看一下，15000而已嘛，15000，笑死我了，15000可以了，现在没问题。他妈的，他那个机械族强化符纸没办法克制那个，对，他机械族强化符纸没办法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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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继续笑没关系，等等二血换我笑你。二血会你会笑我的，撞。在河洛仙这里呀、啊！哎，没问题，觉得会过按 A 不会过按 B， 请投票。会过按 A 不会过按 B， 请投票。没有问题呀，这个是风化，你妈要不要融入？
这边没有风化，确认一下。OK，OK，OK， no problem， no problem，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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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七可以开始刷啦，一波七可以开始刷啦，下一关可能叫不出来了，下一关怎么了？下一关怎么了？这关又怎么了吗？没事啊。A B B A B A 左右左。来一波七，波七。腐蚀对啊，腐蚀无视啊，所以我不怕啊，我这一队就专门克他了、啊，一波七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，彩虹螺旋之力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家这很重要哦，这个一定要开特效哦，这不开特效是不舒服的啊。这就是天元突破。这就是红莲罗炎。それが天元突破。それがグレンラガン。俺のドリルは天を作るドリルだ。ダダ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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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，咔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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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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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K.O. 易如反掌啊，这个就是天元突破红莲罗炎的厉害啊。OK 了 OK 了，我刷棋刷太慢了，刷刷看一次通关了、啊、易如反掌481，很简单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超简单的，这跟双周没什么两样啊，对啊，跟双周没什么两样啊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我是不是说大只的？我刚是不是就说大？我刚就精密分析，我就说大只的啊，对吧、啊？肌肉风化，哎、欸，肌肉风化真的会哭哎、欸。OK OK。